老公刚要出去喝酒时，老公你怎么回来啦？你谁发信息呢？没有啊，啥没有都发我这里了，什么他刚走了你上来吧。我大半夜你关什么窗帘啊你啊？人呢？啥人啊？我逗你玩了，我看你紧不紧张。不是这人俩能闹着玩？不是你那兜里鼓鼓囊囊揣的啥玩意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揣个张猴子干啥呀你？啊，前几天你问咱家查你不平吗？我找个能你不是的。哎呀，咋吧？哎，你咋还穿鞋去了呢？我这不着急吗？赶紧给我拖地去。你敲门呢？老公，我开我开。你站着别动。徐奶奶咋是你呢？啊，我给你送水来了。谢谢啊。老公，你去喝酒去了。喝啥酒？喝酒了。